念，咧行正直的路，咱拢听大家的鼓舞甲赞声。台湾即摆上大的危机，毋是中国，嘛毋是中国国民党。台湾即摆上大的危机，是咱家己心内迄个无力感甲失败主义。咱认为讲咱啥物拢未使，咱认为讲咱对国民党拢无法度，咱认为讲这国家死得起啊！这决心真好，新的人会出现，有心为这土地来打拼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对吴杰，伊本身伊的家庭，对因爸爸迄代甲台湾的历史都有关系。伊在信仰上是信仰上帝，这个信仰带来伊公义的心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伊拢甲这土地的人合作会，我有伫做做社会运动，拢看到吴杰。伫遐大声咧喊口号，挥着众人咧行。即届伊带头伫头前，希望叫伊时代长辈，另外互伊鼓励，鼓励一个心搁清气的人，鼓励一个有心搁肯付出的人，这是相当大的价值。台湾对去年马政府执政了后，一年来只有一件代志做到做成功，甲台湾要送互中国这件代志做到真成功。即马连中国的间谍。走来台湾兵营内面，甲你点名，即当搭伊进去，对迄边可以来台湾的2100全民开讲，讲要告自由时报，因为自由时报讲伊是匪谍，怎啊变呢？当愈困难的时阵，咱的信心才愈坚强。就日头遮尔炎，大家搁愿意出出来坐伫即个所在，甲五杰拍拖啊，甲五杰鼓励。我伫十当前。我咧选议员的时阵，我第一届落选，迄年我28岁，差128票，互妇女保障名也摕落来。当时我徛伫台下顶，甲大家写票，台下靠出一小朋友闹，讲这无啥好好的。每一场选举毋是咱的目标，是透过选举，甲咱的信念、甲咱的操守、甲咱的专业，互众人看。讲台湾人是有才调，甲是治理家己的；台湾人是有尊严的。所以一届失败，我看到足侪志工家挂便当来到我的服务处。我迄届选去甲请三个人，两个开专门车，一个顾服务处的，剩的全部拢志工。下班的时阵，如即个东林路迄边的自助餐，就甲菜粿包包的送过我的服务处，互众人食。第一届3200票。我第二届摕将近6000票，到第三届我摕12000票，毋是我搞，是迄个信念坚持。所以今仔日恁坐伫遮，吴杰徛伫遮所在，恁对因来讲是一个鼓励，恁对伊来讲是一个看顾，恁对伊来讲是一个监督。有一天，伊来当正做北区的市议员，我希望伊伫遐所在是讲恁的话。做恁的工，有一天吴杰有在表伫议会内面的时阵，伊会当替绿色发声，替台湾争取一点仔尊严。所以今仔日是伊另外服务处的成立。伫北区，我算外庄头的，我对东区来到遮，希望在地好朋友选举无好选，吴杰明仔才投票，伊绝对落选。在好交代，选举阁有半冬的时间。如果咱每一个在地人，像伊里鸟啦，像在地做做我所认识的好朋友，一个人去甲一个人讲，我当年选举时我是派一个退包分转炸的，一号一号去甲伊讲，我要甲咱的故乡起造到偌水。所以伫遮接望在地时代长辈，像新建民新老师，伫民国60几年特别北区拍拼到今嘛，伊愿意徛出来参选一个小辈。我看到这堆可贵的前辈，拜托大家面对年底的选举，市长重要，议员也重要。尤其吴杰代表的是民进党在北区会当阁开花开新的一色无？代表民进党有法度阁进一步无？咱进一步就代表国民党退一步，咱进一步就代表台湾守会条阁较进一步。所以这步互吴杰来担，大家拜托大家。甲伊斗相共，互吴杰对这个点开始为恁服务，互吴杰对这个点开始，甲民进党精神插旗北区这个所在，安尼甲伊拜托一下好无？拜托好无？
拜托无？啊！啊，甲叶青英帮忙一下，伊伫东区，蔡丽青也伫东区，啊，苏宏文是伫英雄区啦吼。请大家呢有识识的人，来到购物。啊，大妈今嘛有来，我今嘛是伫东区。年底若选举有照常的话，遮个人拢袂歹。啊，啥物叫无照常嘞？即摆官司合并，吴杰华最感动的一点是啥个？官司合并，即摆台南市议会通过，台南县议会也通过，那八月底行政院也通过，安尼市官司议员无算了哦，就延到明年一切定来哦。安尼会影响伊的前途，结果伊是牙白啊，走去议会，走去社团的主会，伊拜托讲大家一定要回过，伊无自私讲。这若过，我就无当选啊！这若过，我五级补习半工等于无效，伊无自私，伊阁拜托大家县市合并，予台南市会当一年增加201亿的预算，这对人民是天大地大的代志。伊无自私去鼓舞这个代志，为着这点，就逐日咱用破只来鼓励一下。哦，迄若通过等于只要选举加补的，伊嘛去鼓舞吼。所以这么好的人，拜托大家回馈啦。可以支持，做伊个脚，做伊个手，做伊个嘴，来到帮忙。啊，人拢有缺点，若选举期间候选人较粗线条的部分，来多多包容。啊，做唔对拢做歪条啦吼，做对拢正义个啦吼。好，拜托大家做下你，谢谢。谢谢。